像写给在我老家的爷爷，哦，我爸妈在广州打工，然后其实我童年都是跟我爷爷在一起的，然后他给我带来很多欢乐，对，他经常带着我去赶集，然后在田里玩耍。在我进公司之后，他就是怕我吃不好，怕我穿不好，然后会偷偷的给我汇一点钱，然后他还特地的学了手机转账。那时候起，我就决定忙完了之后一定要好好陪陪我爷爷，因为我是，我在广州嘛，然后距离山东也非常远，所以我们是一年才见一次，对，有时候一年还见不到一次，去山东有任务的时候才能见到爷爷一次，也不是很常见，对。越说越想他了吧？我弟弟，哎呀，感觉好像个小孩啊。今年过年回去了吗？今年过年没回去，今年过年连爸妈也没见。